来来回到温暖的家乡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来台北度假五天啊，度假五天啊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整天啊，一整天早上我们先到兰花园啊，兰花园。像我们这边的兰花啊，也是一般的兰花，普遍的兰花啊，没有像台湾一样啊，一颗兰花展览的时候好几百万哦，真的啊，哎。在台南，啊，早上冷气会不会太冷？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早上啊，早上。